娘子，你我自新婚以来同恩怨义，金风也定去把平安正风干，留一人身怀忧郁，住在这花枝巷，叫我怎能放心得下呀？老爷有令，请二爷立即启程。你先回。
会不我随后丢到。哎，您可想得早点来呀。还有何事啊？二爷，昨儿晚上差点出了事情了。什么事情？昨儿个二门上有两个小厮在那儿咳着嗓子谈论起我们新二奶奶来了。他们讲些什么？他们说新二奶奶比莲二奶奶好，又和气又大方，越说越带劲儿。没想到这时候莲二奶奶屋里有两个丫头姐那儿路过。有怎么样啊？哎呦，我心里这么一着急呀，我是急中生智，冲着这俩小子大喝一声：丫头，我说你们在这嚷嚷什么呢？吃饱了是怎么着？让我这么一吆喝，他们俩就住了嘴，岔过去了。他们未曾听见。对了，那俩小丫头没听见呢。不曾听见。啊，来吧。走。二爷走后，这里的事情全交于你了。二爷二奶奶请放心，家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忘呢。来忘，你老夫来找你说莲二奶奶叫你呢。啊，莲二奶奶叫我呢，我得赶紧去一趟啊。二爷您可别忘了启程啊。了，娘子我要告辞you
一声报信，二奶奶大发雷霆。善姐，善姐，秦姐姐有事吗？来往来了没有啊？还没找到呢。二奶奶等着问话，快叫人把那个死来往给找来。是啊，二奶奶后藤传唤，两条腿不住打颤。哟，平姑娘，来往啊，二奶奶有话问你，啊，小心伺候着。嗯，平姑娘，您知道这二奶奶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平儿，哎，跟谁说话呢？来旺来了，叫他进来。知道了，小心伺候着。哎，没什么，那奴才我没做什么事情啊。没做什么事情，二爷整天整夜的不回家，你还能闲得住吗？回奶奶的话，这奴才我做的都是奴才的分内该做的事。怎么的？你做的都是你分内的事吗？是奶奶。好，你给我走近点说话。再走近点。是。怎么，你那两条腿有点不大方便？方便。奴才还不给我跪下！我问问你们二爷最近在外边弄了一个什么人？这直说了吧你！回奶奶的话。奴才天天在外门上当差，这二爷在外头的事儿，那奴才怎么能知道呢？哼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你要知道了，还能拦着别人不让人家说这件事吗？要真有什么，就告诉奶奶，别让奶奶生气。我说，这。其实这个事情奴才也不大明白，就是星儿跟喜哥在二门那儿混说，我就吆喝了他们几句，这内中的详情您还是问星儿得了，他是常跟着二爷出门的。哼，你们这伙混账王八崽子，都是一条藤上的，还打来我不知道呢。去把星儿给我叫来。是，也不许走开。哎，问完了他，我再来问你。是，这才是我使唤出来的好人呐。星儿来喽。什么事儿啊？二奶奶叫你呢。参见二奶奶。好小子，你跟你们二爷在外边
是翠儿啊，这其实这事儿早就该告诉二奶奶了。二奶奶刚才说了，只要我们说实话就不怪罪我们，要是再瞒着不说，甭说我们这吃饭家伙保不住，这也对不起二奶奶平时呢对我们的好心呢。奶奶，这奴才不知道您问的什么事情，奴才办坏了。那荣哥一听，就哄着二爷说，他愿意出头做媒，与二爷做上一个二房奶奶。二爷一听啊，心花怒放，就把这个事儿托付荣哥一手包办。接下来就是，找房子、弄家具、拜堂成亲，如今已经身怀有孕了。奴才在此，把一句要紧的话忘了，先说了。
奶奶的一辈子的姨奶奶的妹妹。哎呀，你说清楚了。是。好，这位新二奶奶就是郑大奶奶的妹子，姓尤，人称尤二姐。好了，念在平日你还不错，这么着吧，
我就把星儿交给你看着了。哎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可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是，你先下去。哎，待会儿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说。是。老爷太太跟老祖宗啊，我去。
看一看你这位新二奶奶。Thank you.
奶奶。这就是妹妹吧。姐姐请坐，妹妹咱们一块坐吧。说上一声，其实这个事，哎。
我不知道劝我二爷多少回了，因为我呀不能生儿子了，我不能叫二爷断了后啊。我劝他早点再娶上一房，日后剩下的一男半女的，不是连我都有了靠了吗？奶奶请用茶。就拿平儿来说吧，她呀还是我劝二爷收她的呢。一茶。妹妹请。只怪我平日啊持家太严了，那些下人之辈他们哪能不恨我呢？妹妹你想，当家人多难呐，要是我真有不能容忍的地方，我上头就有三层公婆，当中有多少妯娌姐妹，要是我不能容人，怎么能容我到了今天呢？就拿娶妹妹你来说吧，要是我真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又怎么肯来拜见妹妹呢？哎，说到这儿啊，就不得不责怪甄大哥、甄大嫂子了。他们为了兄弟的香艳后代，把妹妹娶了过来，这乃是光明正大呀。此事不管，放在老爷太太、老祖宗面前，谁能说出个不字来？可是这河谷之中，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，全都知道了，就把姐姐我一个人儿，瞒的是个水泄不通，这不是又给我落了一个恶名声吗？我怎么受得了这么许多的不白之冤呢？妹妹，请你设身处地的替姐姐我想一想，姐姐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不要放弃啊，好好好
从今以后，你我二人世界同心。这句话，哎呦，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。哎，依我之见，咱们这个同心酒啊，就不要在这儿饮了，何不一同去到荣国府那儿去饮呢？这不瞒妹妹你说，姐姐呀，已经在府里给妹妹预备好了一所房屋，跟我乃是对门而住，吃的穿的使的用的都跟我一模一样，咱们是餐餐同席，日日谈心，也好彼此同心合意的规劝二爷呀。再说妹妹你不是已经有了我们的儿子了吗？哎呦，这可是一桩大事啊，要是没有一个人精心照顾你，